你喜意在香港吃酒店下午茶，下次来苏格兰旅行行程点忙都好，都记得一定要来这一间五星级酒店探访一次正宗的传统英式下午茶啦。呢度系一座位于爱丁堡嘅五星级酒店，由中世纪贵族庄园改建而成嘅，经历咗几百年，辗转变成今日喺各位面前嘅呢间酒店。除咗供应下午茶之外，呢度亦有餐厅，唔少人都特登嚟呢度求婚同摆酒噶。英女王80岁生日嘅时候都曾经到访过，唔好以为呢一度咁靓，一定唔近市区啦。其实喺市中心搭的士都只不过系10分钟车程，够晒方便。讲翻呢个下午茶先，每位都系45磅啫。成个套餐总共有13款食物，加埋17款茶叶，任君选择。整个下午茶嘅造型同卖相都非常之传统。经典英式下午茶一定要有英式松饼，呢度做得够松软，仲好有牛油香，配埋诱惑嘅 cotton cream， 层次丰富。另外呢4款三文治配搭都充满心思，同时富有饱腹感。甜品方面有5款蛋糕，卖相就比较沉实啦，但系味道同样唔错。深水推介开心果马卡龙，开心果香味突出，甜而不腻啊！请订阅我哋嘅 YouTube 频道，记得揿埋个钟仔啊！